人手一机的时代，加上社群网站的蓬勃发展，影像创作随手就来，专业科班生如何脱颖而出，比的就是创意与努力。展出近80组作品，世新大学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第28届毕业展《降雨几率》，内容横跨设计、摄影与复合式成果，极具创意创新的说故事方式，惊艳校内外师长评审。暌违3年，再次回到松山文创园区，世新图传积极与疫情共存，精彩创作与主题不谋而合，就像雨天涟漪不断碰撞，激荡出崭新价值与影响力。